饱了，好睡。爷，在这坐着呢。你爷还没看见他大嫂回来呢。外面多热呀！你爷没看见你呢。来给我。我拎，我拎。啊。我拎。有时候我还说有个拎呢，我拎吧，我拎，我拎。那今天热。进屋里开手机呀，这多热呀。我硬硬硬搁不拿回不拿。不是，这一瞅着是你热了，这对着自己吹的。挨上的。哎呀妈，这风挺大呀。嗯。这风不小，把这风扇拿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今天下黑咱们吃火锅热降降温。下黑我们吃火锅。做啥去了吗？前院那老给的油麦菜。这是油麦菜，这是加芹菜。咋这么大呢？嗯呐，你这自己种的涮火锅下黑那个青菜我就没买。看这油麦菜是人种着挺好。嗯，咱家买这种就种秋天吃着。嗯，哪天也种点。嗯。人这都是他家留喂鸭子的，这么一当院子。不是，我不吃。啊，我不吃。挺好，吃这个吧。这樱桃都是给你留的，离不开。嗯，一会儿找揪点皮。大姑，啊、我说这果子不酸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这回信吗？信。我不吃，我不上你当。昨天你们俩都给那块骗你姐，别吃了，可酸了。闭嘴，来，我给擦擦来。你看这个巧啊，还没吃过。哪儿啊？耶，这哎呀，这块还有巧呢。哎，琪琪，你看看这个巧。啊，就这儿呢，就这儿。俩都搁那。这儿呢，给大姑这块能看的真理。倒腌糖蒜时候了，把这蒜青蒜薅下来，完了扒扒腌糖蒜。多长时间能薅啊？啊？多长时间能薅、啊？这腌上之后几天就能吃。我最热吃糖蒜。嗯。这还能吹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呀，腌一个。你吹吧，不吹。这个给你了。这你吹吧，再吹着。你吹吧。你吹吧，不吹。我再看看。今天卖糖蒜那个街里那花，这蒜头都小，嗯，普遍都是。看你一点大。嗯，咱家这头就挺大了。嗯呐，今天头也够了，这些。不少，这一堆呢。等到待两天，要是感觉不够吃了，再临时再整点。我们这当地这块腌糖蒜嘛，就是这个蒜瓣刚要分瓣时候，这青蒜腌着青蒜吃。但是今天蒜头小，往年蒜头都这么老大的，今天瞅这小头旱的还可小。市场道口那块卖青蒜的，我还真上跟前瞅瞅，头都不大，今天。嗨。嗯。两块钱一扎，二十头，一毛钱一头青蒜。你这么人贵呀、啊？嗯呐。而且那头我没说都没这个大，哪有咱家这个大吧？每年就二十分钱一头的。妈，那咱都哪年的事儿了？那可不是、啊。二十头两块钱，真特意打听打听。腌这个头好吃，
这样就算大的金。嗯呢，其实咱家算不小。咱们这个葱蒜根别要了，嗯，那不好拔，不好拔，甭你看金子发硬啊，嗯，就感觉老实的，嗯，往年那蒜根也能要。这个蒜拔好了，给它洗两遍，搁这盆里。这蒜洗好之后吧，给它倒这盆里面，再搁点盐，一行一行少扬点盐，给它杀一杀这个蒜里这个辣气，腌一宿。这个不用搁多。能搁呀？能搁下。五斤，今天咱们都给它削。OK。我大儿，你一瞅这羊肉就可美了。起开了就搁这瓶装着了。嗯，这个菜就搁这儿吧，一会儿那个吃啥就给这往锅里下。那太多了吧？那不能都下，先一盘能。一会儿，嗯，行。再来点，再来点吧。嗯，再来。哈哈哈！煮火锅了，咱们这是。来，坐哪儿都行，能坐下。哎，对，往里点会吃饭吗？你们？这小羊倒点啤酒吗？喝呗，没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娟子，我们今儿吃饭了。今天这三伏天里吃火锅，我们那个涮火锅，寻思你说整点啥吃？也炖菜吧，也不知道炖啥。完家人都愿吃火锅，还有点羊肉血了，挺好。今天不是特别热，我们这块30度，这光间屋里都没有30度。那也没有，嗯，早晚来录。对，咱这不那么热，咱们得降给我来热一点。你搁那儿呢？啊，像人南方40度、几十度的，咱这没有。咱们要那样是真受不了。嗯，吃吧，这里可多肉了。吃过几天鸟上捞。来大姑，你加肉。啊？来大姑，你加肉呗。吃肉吧，你们。吃啥加？你们喝点啤酒吧，我不喝了，喝点饮料。一会儿你整啥？喝的迷糊。想烫呗。哎呀，这小那个樱桃汁儿挺好。加肉吃，这卷羊肉。还是年前买那个羊卷的卷呢，那个5斤肉呢，没吃没。嗯，这不都回来了，今天整点羊肉吃。我老弟他们两口子上我老舅那儿去了，等着徐宗玉今天和同学俩那个玩儿去了，没回来。跟同学溜达去。嗯，这放假了回来。还没跟同学玩呢，就是同学找的。对，那啥意思？那啥叫那真实？哎，那啥？来个这老粉耗子吧。吃是叫家就吃啥？嗯。啊？还留着吃的我。嗯呐。大姑给你家羊肉吃啊？一会儿。啊，一会儿加。对，你就在家呗，我给你加两个来，等你老瘦了吧。吃啥不挑的、嗯，他就乐吃玩儿，下玩儿，下肉，那装上。搁勺干，搁勺干，勺你就使了，使劲的，省烫的。红羊的，花样地瓜。不是下肉，这是新的吗？地瓜呀，是。有一个那个，我看那地瓜长芽子了，我没要。你少熬，你这少熬。多搁点吧，那大伙儿加了，一少搁你们都不加。妈大姑到我这儿，这玩意儿它挺对口，喝好几杯了。这个喝多少都没事，营养健康。
要不人家饮料他都不咋喝。我酱在哪儿？酱在这儿呢，喝上。这个，过去，各家有用的你就整点对。是今天接的货。今天你们擦的擦也。我这个礼数没有钱。真不收礼数，哎呀。你看你把那礼数每年来家嘛，就好好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又给他大道跑的啊，给他喝有钱。给媳妇玩吧。来，放点青菜。咱们吃火锅吧，也不是涮了，就是煮了，没那么多讲究，咋香咋来了。你说那也算不了，那这个生性吧，就做两圈足了，你咋网都吃不了？有点吃熟了嘛。你这人又干啥呢？就今天吃的话，你进去涮一下就吃了。你年轻的就跟我说，你看，这肉的话，你买的肉咱自个家，你买那羊肉一切片呢，对，煮的熟，片薄。你看我多吃这火锅，不能手切肉。手切肉一天他妈肉还我就跟他吃饭去，多切那手撕肉熟。手切肉，那多整不了，那这块头这么四公筷子，你专门是那玩意儿。这我大侄儿下桌了，加块臭豆腐，蘸火锅好吃。才刚孩子给桌子上一闻，这味儿都有点恶心了，没敢吃。我妈还行，这发现这俩妈挺烫热的。你妈大汗了，你妈胖成这样，那裙子还有点瘦点，她这个胖的穿一个裤身。那回劲买那回劲没这么胖过真的。花虎。我你疼吗？疼我腿。没疼，我个人有。你俩就是，哎呀。感动。感动。你家那些年胖多了，胖十多斤，胖十多斤。我给这些肉都下里吧。别都下，少量吧。切呀。少量，下点啊。这没多少了。下了你试试，一斤多呢。下点吧，别都下，下点。来吧。这个大头。吃不吃了？吃点来。都下里，没多少，我差这点。都下这里，吃吧。来，给那热水用下来。你们不吃点面条了吗？爸，你再吃点面条吧。他俩吗？不行，行吃点不吃。他俩不吃，我问了。这面条粗的。那买的这个宽面条。那就像那个面片儿似的。挺好吃。这一瞅这个饭量吧，还是那个李秀辉饭量大，因为我爸也行，能吃点面条。咱们是今天天热吧，但是还行。没少吃，天热出一个凉快，又都吃了，就剩点粉耗子，剩两片藕，面条他还没少吃。今天那个涮火锅，但是我没买太多那个别的东西啥的，就吃点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，再见。都吃的挺好，真的，我妈在那坐着呢，真是很呐。